看看新闻网。随着武林争霸的热播啊，一大批优秀的舞者也是脱颖而出了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节目每天将迎接一位争霸舞者，听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武林之路。那么梁倩究竟是怎么会和舞蹈结缘，然后又踏上武林争霸这个节目的呢？今天我们把梁倩的武林之路剪辑成了一条 VCR， 看看这个曾经的丑小鸭如何蜕变成美丽的天鹅的。我们看一下。我叫来自北京，我跳的是现代舞。跳得太好了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希望你能坚持下来，因为你热爱舞蹈，你一定要坚持下来。好，坚持，我一定会的，杨老师。不要让杨老师白掉眼泪。好，今天我们四票通过，谢谢。鉴于今天的表演，包括整个你和萧杰的配合，我觉得是加分的，所以这一票我是给你的。在三天里面突然转变一个舞蹈的话，已经是一个难度了。我自己是个舞者，我很清楚。我给。今天的尝试是我目前看到的最好的舞蹈。俩都原来不是跳爵士。对对对，你好，谢谢。如果你这个演员除了你自己专业的舞蹈以外，你把其他的舞蹈都能跳到70分，都能掌握，都能驾驭得了，都能敢上台的话，你已经全中国最棒的演员了。